大家好，我是 DJ 阿周。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这支影片是我在张家界天门山这边呢，从北虎关天门这里呢，这个扶梯啊要往下走，好，穿山自动扶梯这边要往下走的一个过程。那中间当然会经过那个天门洞，稍微的停留之后呢，继续的坐扶梯到底下，到天门洞广场这里。整个一个过程，让各位如果自由行的话，可以参考这个影片自己走。来到这里，因为是边室内状况，我也不是很熟悉，只好。好像不是在这边，问一下。不是他那个师傅，请问那个票在哪边买？要去哪？下去。A 线票。对。刷身份证。刷身份证啊？哦。因为我们买的 A 线的票呢，是有含这个扶梯下去的费用，所以说就不需要另外再买门票。身份证，身份证哪来的身份证啊？就是身份证件。对呀，我们是这个不用嘛，都包含在里面嘛。进来刷什么就什么。我们有买电子票啊，是这个吗？您那个不是有纸质票或是电子门票？有。啊，就刷那个进来。刷那个就可以。对，进来怎么刷的，就现在怎么刷。对不起，我们不看旁边。但是你看看，我叫别人的。没有，这个是你的，有两个。刷就是的，都可以。请进，快点，你先进，你先，我帮你用的啦，进去就对了啦。手机里面的二维码。手机里的二维码。原来不是买票，是我们买 A 线的票。进来了。OK。总共要坐几段？好像很多段，印象中应该是，我看之前的影片好像不止。总共几段？等会答案就会揭晓。现在搭下来的第一段，这是含在套票里面的吗？我们套票有什么？就坐缆车，还有这个，还有什么？好像就没有了，不知道。A 线的套票。对啊，我们是 A 线的啊。好吧。Please hold the handrail. Please stand in the middle. Pay attention to safety. Please take good care of the elderly and children around you. Do not step on the yellow line. Do not touch the brush on both sides of the elevator. Please don't lean against the sides of the elevator. Do not squat, run, jump, play. Okay. 好的，即将进入第二段扶梯，那当然用缩时的方式。不要靠在上面，不要靠啊，扶好站稳。进入第三段的电梯。等一下，一样用缩时的方式。好啦，做了三段。你是这个扶梯的长度多长啊？60米。一段是60米，对不对？每段都六十米。啊？垂直高度30米。垂直高度30米。对。啊，60米。是的。等于45度啊，总共有几段？有12段。12段这个啊？对。哇，要做12段，谢谢，感谢您。12段。12段。
还有？还有，我们现在走三段了。总共有十二段。所谓的十二段，它是指从最上面的北虎翻天门，一直到最底下的天龙洞广场。中间也是湖梯呀、一段湖梯呢，垂直高度30米，那长度60米。这个湖梯里面温度有点凉，真的会的。在这温度感觉，那上面的灯光呢会有不同的颜色，感觉上就是忽亮忽暗的感觉。这么多段，现在是第三段。妹妹，这是第四段嘛？对，第四段。来测试一下，他这边隧道里面有没有网路？有，这就是掌中财神奇异证件。我们现在台湾的股市，红的。3月19号，妹妹，这个有到那个门口还是到底下？到天门洞。到天门洞那个位置。对，就是到那个天门洞。解决了，他直接到天门洞。从底下上来的人比较多，这个时间点。那我们呢，继续的往前。不晓得，这家女主角问说，我们郭台铭董事长有没有来这边走走逛逛？我不晓得，不过我知道台湾有很多政客，他不能来，他不像我们一般平民百姓可以来这边。那些政客自然就知道，什么那么长？这就是我们跟一般政客最大的差异，我们可以自由的到处走。为什么？我们把政治摆一边。我只是一个平民百姓，高兴到哪就到哪，这不是很自由吗？而且看到他们大陆的民众也是很自由的，可以到处走走逛逛，并非某些人说的他们这边不自由。我觉得来到这边治安还有他们的快乐程度啊，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快乐程度，确实你们自己去感受好与坏。刚刚女主角叫我没回她，因为我在讲话，她有点不高兴，瞪着我。你就瞪吧，你眼睛大你就继续瞪。拍到一半没有电了，所以说我刚才是从那边下来的。那走到这边呢，转过来，再往这边，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这边就没有手扶梯了。那这一段呢要走到哪？要走到哪呢？探索公园外面的景色，真的有点凉啊，好想把外套再穿上，手有点冻冻的感觉。拍一下最佳女主角的背影。走到这里，看一下，哇，近距离的，地不平，差点跌倒，面壁思过，因为没有注意看脚下，差点脚扭到了。这不是刚才看的那个两个水库吗？我们又钻到底下来，看一下上面的大山壁。
没什么好拍的啊，就是拍拍片而已啊。哟，嗯，好了，继续往前走。好了，上面应该就是天门洞了。对啊，底下天门洞啊，每次这样拍照脖子都伸上去，越来越像长颈鹿了。你妈，说脏话。OK， 到了到了到了，这一次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地，这是不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地？在这儿。安德来的什么？啊？上去了以后，我跟你说。什么？水。对啊，渗水啊，有啊。对啊，山泉水从上面渗下来啊。对，看上面好像飘东西下来，有类似飘雨的感觉。带花儿，二十五。OK， 好了，我们往前走。非常不巧，往这边走，走到这个西线玻璃栏那，西线玻璃栏在这边。西线在这边，往西线这个方向走。我你，动，动动，动，到了。是这边吗？就那儿弄得漂亮的上天庭。答案对，接下来太右转了，就是这边。我们现在在动着。啊，走。都动了，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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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门洞。好的。这是天门洞。我们在洞里面，居然不知道。在那上面好像有楼梯啊，这就是天门洞了。OK， 走到前面。这是什么？对不起，那现在给冻来了，这是。鞋子呢，一人五块钱。对呀、啊，就这么钱。扶梯下去，下行售票处。我们走走走，自愿消费。没有看到。要是下去会倒。天门洞广场是拍天，那个广场是拍这个天门洞位置最佳的地方。接好，不让走，不让走了。走。来，我们19号广场，就是走南开这个走南呗。走了。出门没照。这边东西南北都搞不清楚了，他现在这个封起来不让人家走了。啊，
现在不能走了。对呀、啊，那现在怎么办？飞下去吗？还滚下去？他现在就不让人家走下去了。为什么？我不知道哎。准备没告天门山。不让我们下去，只能去坐手扶梯。这个地方现在好吧，走吧，这边再逛一下。这边两个铜制的、青铜制的神兽。左右各一只。对呀、啊。人 ？A 线下行收费 ，B 线直走 ，C 线下行免费。好吧，下去看一看到底怎么样。怎么说？不知道啊，继续啊，从那边呢、啊。下面有写。怎样？天梯风，就是它中间是维护嘛。对啊，请走。天梯。是天门洞下场。天梯风游客指路。广场。可以让一让吗？可以让一让吗？可以让一让吗？看一下是什么，好吗？台阶，台阶。要怎么下去？天门洞广场，请走登天门扶梯下行。走吧。他可能今天就不收费了。对呀、啊，他封起来了。啊，不差了。有可能。转都未使。想要走那个下去都不给我们机会。对呀、啊。哦。那楼梯有大小之分的。放掉，差点跌倒。这个楼梯走要注意有大小之分。今天没收钱？可能没收费啊，因为我们想要走的不让我们走。好，有点遗憾。我这些年后都没有让你走。想要走不让我们走。稍微的在天门洞稍微的停留之后。哎，能站吗？我开开，站着别动啊！你就在这儿，往上跑，往上拍哦。跟着嘛，不要乱跑。从这个地方拍一下传说中的天门。你看，知道那天门洞的那个人开了两只有准确啊。好可惜啊。不让我走，非得走这个电梯。因天后因素，他999个天梯不让我们走，所以说他下去的扶梯就不收费了。原来他说的十二段就是上下。分上下十二段。再刷一下，就会不同的感觉。不是自然的颜色，是人工加工。你感觉像到侏罗纪的感觉。
我们签。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我掉在前面，好可爱。小小的。这里面啊，对呀、啊，这个整个冰冷冰冷的，是没有拿温度计来测到底几度。不过觉得在这里面这个手扶梯啊，里面确实温度蛮低的。建议各位坐这手扶梯的时候，记得保暖。我目前只穿两件衣服而已，一件是花乐衣，外加雪地的花乐衣，两件套在一起。刚刚把外套脱起来放在包包里面，但是刚才走出去室外的部分，我觉得就没有那么冷，不知道是它这个隧道，这个湖梯啊，里面不知道是开空调还是自然的。那前两天太冷，它里面的热气，它冷气那种冰冷的寒气啊，还没退掉。又看到还是旅游团，前面一个应该是不是导游就是领队，完成吧。他拍我拍到。看到灯光呢，应该是手扶梯，不知道结束了，应该是结束了。总共刚刚听工作人员说，总共12段，每段长度60米，那垂直高度30米，看到了，应该是结束了。好了，出来了。不让我坐，走999。好了，下来了，走出来了。我们花九走得很慢，因为真的有点累。好了，到这边一定要拍照了，最有纪念的地方。这个广场，上天梯不让我上，下天梯不让我下，只让我坐手扶梯。这是今天的写照，不过我也赚到钱，因为坐手扶梯本来要付费的，现在不用。这就是传说中的天门洞。来，我请最佳女主角帮我拍我一下，做个收尾。好的，以上 DJ 阿周呢很辛苦，从9点多走到现在大概1点40分，整个从西线之后再走东线，最后到天门洞这边收尾。这是我在张家界，来张家界最主要的目的，我就是要来天门洞，在这边推荐你一定要来这边走走，来这边走走，真的不为你这辈子来到世上。好的，就以上影片就拍到这里，希望你会喜欢。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麻烦先帮我订阅，之后开启小铃铛，以及帮我按个赞。有你的支持，我的影片会继续拍下去，好吗？后会有期。